爸爸，我们要把它拆了吗？嗯，你也说它不结香灯了，喊我们把它拆了。小花好漂亮，怎么不见了？天干了，不结了，你看嘛，花花都干了。来，猫儿待在那儿，太阳晒黑了，这也在那耍。好，我要帮你。你扯得动啥子？我扯你的还扯你？但是还弄多花呀，就硬是不得结了。那无事是不得结嘛，就不得结了噻。你还不相信那来回几年啊？我看这个天气预报，明天要落雨了，懂吗？哎呀，那头两天落雨都没结，落雨。那后头有晴天了嘛？万一二天又结？对，不得结喽。你要给俺个机会噻，机会都不给你啊。看二天重新点点啥子？你真的是个人才哈！你那会儿弄来抽了你有三斤碗的、三斤半的，你给他弄来茶几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是用来搭帐篷。搭帐篷在桌子吗？等会好多雨。妈妈好了，可以多雨了。可以多雨了。嗯。好，喊爸爸一下来嘛。爸爸一下好来。我好像有点奇怪。有点啥子奇怪哦？哎呀，忘记上面还没有的。这切完了，真正切不切？要。切了两天，得空了把吃了下，那挖出来，那晒去。爸爸，不是我不帮你哈，我是不是扯不到？哎呀，你还是扯动了，扯得动了嘛？吃了吃了农村家的干饭，开玩笑。先比赛哈，看哪个先把那路扯完哈。呀，他，爸爸帮你，快点来。哎呦，这根棒子打得很了，啊，成功了，好了。因为我要付钱给你们买个车。哈哈哈，买个车，要买个啥车？买个，给你买一个黑色的，还给妈妈买个粉色的。哎，你现在没有，你看我晚上给你买个杯子。买个玩笑。真的？真的呀。我不嫌弃。我今天反正是不想买了。你自己说。哦，龙哥。你放你到桂圆吃啊？是啊。好大一块儿家，就是没得好多。哎呀！慢点哈。我逃不赢。哎呀啊！好了，吃好了，快吃吧。要得。这个小疙瘩可不好吃。切半边猪肉给你喂去。爸爸是桂圆。你这喝啥子桂圆哦？是小的。嗯，到哪儿吃啊？刚刚俺分的时候，我两个一个一块儿，然后分到最后一块儿，燕子吃吃不得，是给你留的。你想不想吃嘎嘎？想吃。哦，你看，俺想吃嘎嘎，我拿两块大的。乖，快给耍狗。妈妈。啥子事情？来冲浆两斤，留起来再洗一下。直接下个味子，放点姜和花姜，大白菜。这是吃饭，你吃的真快嘛？喂，你不要抢你的妈妈的东西。喂，这个鸭妈妈怎么不吃？
那只牛这么快就吃完了吗？好，拜拜。吃点萝卜来，喂在这脚杆上。下去，你趴这儿。那江老师还开花，又喊他推了。他说不得接路的嘛。不得接，那得了蛮好冷的了，不得接嘛。几点秋江来呀？这会儿正来接。那是刚刚点，结果都干到住了。那干到了，没有接好多，发点羊羊开的花。不得接路，接啥子嘛接？接啥不要到？干接的了。叫啥？推都推，叫啥推？哎，还要嘛？就说这时间好嘛，就来跨产那边，老外都要来，出国然后不要把油。那出国的水那时候不得怕？不得怕就搞一下嘛。哦，搞一下嘛。我指挥一下。哎呀，好大的烟子！嗯，吃海鲜不凶，就少跑点儿哈。嗯，这吃多久？嗯，走，我要看着骨头压点了。嗯。你萝卜不少啊，葱儿啥你可以吃，来，你刚刚可以在这儿打好大块粑粑，哎呦，你看看可是焦烂了，你要慢点跑，这五层都不平的吗？那你啃着了这个吗？喂胖没有？别怕了，萝卜都煮好了。你碗儿知道要不要？要，那个奶奶。好嘛。哪个奶？对，那是拿给你。你觉得还痛不痛嘛？嗯，痛。那再补也痛嘛？还痛不？等会儿再找手再给你补。那不是那块土打扔出来？二奶奶摘点啥子？哎呀，洋葱下的，那点油锅菜一看有哪个找到洋洋？嗯，街上有的，街上是多。嗯，喜欢把你买马鱼儿吃的。木耳菜呢，泡来吃好吃。早子长大了还得的是猪蹄啥吃了，小点儿猪蹄啥都得不了吃。我没去参观。你问问妈妈。想准备，就不要吃猪蹄啥，一句话也戳他头了。假的。假的哈，那些女娃儿都不要吃的。你当娃儿吃过猪蹄啥没有？我吃了。吃了。我是没吃过鸡肠子。那我证明是假的。经常说去吃一次不撑是吧？啊？吃一次不撑的。嗯。那还没有猪尾巴不能吃。啊，还有啥子？没见过天的鸡蛋不能吃。我只晓得没见过天的鸡蛋和鸡肠子。嗯，快吃饭了。我今天来，快点，姐姐刚才吃两坨了，快点。好的。